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牛顿法的一个相关的解析。就首先牛顿法，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牛顿法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不能去直接写出解析式的情况下，就比方说这个公式，你是没办法去直接写 D 的解析式的。那么这个情况下就可以用牛顿法来求这个 D 的解。大家如果想看详细牛顿法，可以去直接看那个维基，或者看其他那种教学。我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牛顿法的，它这个公式就是说，用这个公式去迭代这个 x 的值，也就是未知变量的值。这个 f(x) 是原方程原原的函数方程，这个 f 撇呢是导数方程，导函数。然后这个是你上一次迭代的那个解的值，这是你新的那个值，通过这个公式去迭代这个 d 的值，在图上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说你把这个函数写成 f(x) 等于零的形式，然后你就可以去求这个 y 等于零的时候，这个 x 等于多少？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求这个解。然后牛顿法呢，这个是实际上就是斜率，这个 f(x) 除以 f 撇 x，就是说导函数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斜率，它就是这个直线的斜率。它一般会去切个3到4次，就会得到你这个点的一个近似值。我们首先就是把公式变成这个 f(x) 等于零的形式，实际上就是把这部分挪到这边来，挪到同一边来。然后呢，我们得到了 f(x) 就是 f(d) 这个函数，我们再把那个导函数求出来之后放到下面来，这个是 f(d)。这个是 d，然后这个就跟牛顿法这个公式是一模一样的。它在代码里实际上是通过 for 循环去迭代这个 d 的值。哎，一般情慢一况，点，等一下，F 第一撇儿是怎么求的？f 第一撇就是根据 d 来求导嘛，但是就你只这个能。D 其实里面有 X，跟 X x 其实是有关就系是吗？求牛顿 d 的时候，你的 x 是已知量，这个实际上是个常量。是常量。对，哎，D 不是跟。这个时候 d 等于 x，i 没有，相加了，不等是吧这个时候你把 d 单独看，就是不要看，不认为 d 跟 x 有关系，？d 就是一个哦，那这就个比 d 较是个好单独的一求个变啊。量，d 是单独的一个变量，哎，那这对，求就起是。来好简单。第二项约掉，第三项也可以，就哎，行。这个导函数就长这样嘛，哦，就对。这一项嘛，这是一嘛，然后这是 a 跟这个 d 是一次方程没了嘛，然后这个这一坨就是这个东西嘛，这坨就是从这个求导过来的，这个导函数哦，求导还是比较简单的，唯一的求导还是比较简单的，哦，对，就是下面这一坨是导函数，上面是原函数，然后这个是 d。实际上，然后它哎，代码里有我化有一简个了一下。问题，那其实 D 其实它跟 X 其实关系并不大，是吧？其实我看你在之前在代码计算的时候也没什么关系。D 是一个时刻在变的值，做交易的时候 d 是不会变的，或者说做交易的时候 d 会增加一点手续费，但是它在那个计算的时候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这个牛顿 d 是用来算那个。用来算那个牛顿性增减的情况下，就比方说添加和移除牛顿性，它会去用到牛顿 d，而交易的情况下，它会去利用到那个牛顿 y，也就是说这里情况下是把 d 当做未知变量，然后其他是当做已知变量。然后如果是牛顿 y 的情况下，它是把 y 当成未知变量，其实 d 是已知变量。OK，就是它的代码里实际上是写成这种形式，就是它把 d 通分上来，化简掉。你把分母乘上去，你会发现它会约掉2项，就实际上它把这个 d 跟这个就是一乘以 d，它会把这个 d 约掉，放那里，就是你把这个 d 乘上，把这个分母乘上去，这个一乘以 d 就是把这个 d 约掉了，然后这个an 乘以 d 就是把这项约掉，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它化简之后就变成只有这2项。
也就是说，它变成这个形状。然后它再通过for 循环去不断迭代这个 D6。就是说是在计算 swap 的时候，第四常量，第四变量来。不，这个牛顿第是在增减流动性的时候去算 D 是位置变量。如果是交易的时候，D 是已知的，然后去算 Y。OK，就这个牛顿 D 的方法是用来是用于那个增减流动性的，比方说 add 或者 remove 的时候。这个然正后就直常，接，哦，有是吧？迭代四轮就可以基本求出来了。对，这个应该是有那个。应该有那个数学证明的，就是说你通过流动法，通过这个方法是应该在，那个具体的定理我忘了，到时候总结应该会讲这个问题。这个牛顿法不一定可以导致那个，它不一定会收敛，所以这个只是，我觉得这个证明只是一个实践上，在这个曲线上面是非常有效的，能够去算出来，因为会有一些曲线牛顿法是无法求解的。对啊，好像是要跟初始点有关的，对。记得，那初始它点这里其应实该它就是是利用用了这初始个的。本身的这样一种，就是交易的基本原理吧，就是它肯定存在这样一个值，是吧？它是先假定它存在，然后再去算的。对，这个值肯定是存在的。对，所对，以说你刚才讲的是不存在的情况，所以说它直接忽略掉了。就是看你的函数形式了。对，哎，这个好 gas 吧，靠！它柱子上写的是35K，就是说你牛顿法整个完整下来大概35K 左右。是35K 吗？那一笔转对，账。因为一般它不超过4人就会得到最优解。因为这里面大部分计算都是在内存里面，没有任何的存储计算，所以其实效率是对，非常高的。哦哦，对就哈，只要不存。实际上牛顿法是应该是比较万能的一个用法吧。对，大部分就场景都比较有用。如果我们以后就做业务的话，如果是遇到这种不能解的方程，其实用牛顿法可以考虑一下。我觉得用牛顿法应该是比较能解决大部分问题。这求证根明吗？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说你这边求的这个 FD 这个函数，其实它的表现形式是有非常多种的。然后你不同的方式去来表现它其实的牛顿法的效率以及它的这个精度是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回到我们刚刚那个 FD 的那个公式啊，就是说，举例来说，就现在是这样的 FD 的公式，我们现在求解等于零，对吧？因为它刚好等于零，所以我再乘一个 d 的话，那么它其实也是一个正确公式，对吧？就是我在这里再乘一个 d 的话，那么因为 d 乘以零是等于零嘛，对吧？或者是我除以一个 d，那么就变成了这个就是 FD 的公式就变成了这个 an 那个第一个是除以 d，然后第二个是一加上 an 平方再加上 d，这也是一个 d 的公式。然后就是你套用不同的 d 的公式，你得到可能是牛顿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公式迭代方式，但是它的目得到求解的目的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就是证明他是给了你一个这个公式啊，但实际上他其实我怀疑 Michael 他设了，就是尝试了不同的这种这个 D 的方式，比如说像他可能发现这种方式在求解的过程中是效率比较高的，而且精度是比较好的，就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一些应用上的一些 trick，就是一些小的一些 tips 你需要注意的，对就是我可以完全把 FD 再除一个 D，也是一个合法的 FD。但是它的效率可能不一定有这个高。就是 V1 它的公式已经比较，或者说比较已经化简过了，或者说已经比较设的比较巧妙，它正好就是求导之后就正好可以拿来用。但是到但是其实，V2 之后它就已经很复杂嘛，V2 之后它就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变形的。对，但是它里面，对你是。啊，对，就这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中间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首先这个源代码里面，源代码里面有一个注释是写的，有点问题的。行，贝斯里面。对，
就在这里，它的流动法这个解析式，它其实在注释里面漏写了一项，就是可以看到注释里面不是 Michael 写的，是另外一个也是很牛逼的大佬写的，但是他这边肯定写漏了，他实际上是把他把这一项写漏了，他这项漏掉了，然后我们当时。我当时跟钟杰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没太，就是没有，我们当时直接看上跟着注释来去想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就是我们用 Python 复现出来这个流动法的方法，跟他那个现跟他那个跟他这个合约里面写的流动法的方法，我们迭代速度要多很多，大概我们需要迭代十几次，然后他只需要迭代个三次就可以得出结果。原因就在这里，你如果漏掉了一项的话，你分母漏掉一项，你这里分母漏掉一项，相当于把你那个。你切这个直线的斜率改变掉了，那么你就不是最有效去寻找那个 D 的一个斜率。这种情况下，我们以为这是个化简，我们以为他写这个注释是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但实际上证明了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按照这个公式来。然后代码里需要注意的有几点嘛，就是第一个是 A 的值。就是实际上它存的 a 的值并不是直接存那个公式里的 a， 并不是这个 a， 而是它存的是 a 的 a 乘以 n 的 n 减一次方。原因就是在于，在那个代码里面当中，代码里面这个 a 和 n 实际上没有分家的，就是它可以化解成 a 的 n 减一次方是最简的一个形式。然后这里 a n 它需要补上一个 n， 也就是它这里的 a m p 乘以 n 就是完整的一个 a 乘以 n 的 n 次方的意思。a 乘以 n 的 n 次方，这里才是完整的一个 a 乘以 n 的 n 次方。然后它为什么它存的时候就存了一个 n 减一次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流动法里面，是不是在流动法里面看一下？OK， 这不在这里。好，我们继续。首先，他把 D 的初值设为 S， 就说 S 是那个所有的资产数量累加，这是牛顿法 D 的初值，就是从这个 S 开始迭代。然后 DP 呢是，DP 算的是这个部分。D 除以 X 乘以 N， 对 ，D 算的是这部分 ，DP 算的是这部分，就是说它是通过负循环来算的，并不是先把分子算出来，先再算分母，而是说把分子分母拆开来拆成 N 次方，然后通过负循环来算这个问题。比如说这里是这里上面是 D， 下面是 X 乘以 N。然后它因为循环了负循环了 n 次嘛，它这样写的。然后你把它展开之后，实际上就是 d 的 n 次方。然后这个是 x 的 prod， 就是 sigma。然后这个是 n 的 n 次方。那这个是 d 的 n 的加一次方吧？对，因为 dp 它首先dp 乘以 d。对对，这里有个 d， 跟公式一样的，就是算是这一项，哦，算是这一项，对对对。因为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这个大家如果用这个时候要非常清晰，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定点计算的 fixed point 那个 computation 里面的话，你的这个 d 的精度。他要去通过这种方式，因为否则的话他很容易 overflow。如果你 token 数目一多的话，他就很容易就超过一个 D 是十八次方 ，D 是十的十八次方一个精度，然后你首先就乘个 n 次方，有可能溢出，然后分母也有可能溢出，分母在 x 乘以 y， 它实际上也是十的十八次方的 n 次方，就是十的十八次方的 n 次方，对，很容易溢出，所以他直接把它拆分开来，
拆分开来把用个 for 循环拆分开来，然后来运因为算。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有意思的公式，就是说，如果是等比例的话，所有 token 等比例的话，其实 x 乘以 n coin 的值是非常接近于 d 本身的。就因为非常理解，你在中间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所有 x 都等价的时候，那么不就是等于 n x 嘛？然后 d 又等于 n x，所以它刚好一比较一抵消，你这样的话就是一。那么，因为一的计算的时候，在定点计算里面的这个精度损失是最小的，所以它为什么要这么算？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它这个其实要提前乘一个 DP 是吧？不然的话一除就除没了吧？因没为这了，个环对，所以它一定要把 d 先放到前面去。先就放一个10^18，类似于这么大的对，量在。对，然后后面就每次。d 和后面 x 除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们的值，hopefully 就是说是相等的，因为 stable coin 嘛，对吧？也就是说这两就个是值是比较如果相你的等的。地址后面给的话，就是你的地址后面再乘上去的话，你再除一个那个十的十八次方，就相当于你10的18次方除以10的18次方，你会丢很多精度嘛？它是因为整除的，但是它前面先把那个10的18次方先行给上去了，你最后一除，OK，这个消掉了，然后你还是10的18次方，这个精度是没有丢失的，没丢失多少。但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有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么计算的话，我们可以算出来，大概它能够最大的这个 x 应该长什么样子，也是 d 可以长，可以最大的 d 是多少钱？因为比如说 Uniswap，大家知道它的那个每一个 balance 是112位，就是它做了一些计算，就是说，假设你的 token 数不能超过112，超过112它是不能计算的，因为它会 overflow，所以这里面它会有一个类似的这个问题。就是它有一个上限的问题，就是你这个稳定币这个数目是，当然这个数目应该足够让我们用很长时间了，对。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计算，就它可以推导出来，大概它可以支持多大数目的这个稳定币。OK，然后这一步做完了之后呢，就先把那个之前的地缓存起来，这个是便于后面去做比较的，然后再直接套到这个公司里面，那套的公司就这个公司，这个相当于是 D new，也就是 D 的新的值，然后他再去比较 D new 和 D prev。这两个的差值，如果这个差值小于等于一的话，这个流动码就可以退出掉，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一个很接近一个值，因为 d 的精度是10的18次方嘛，它差值如果只有一的话，你其实可以近似认为它已经得到一个很准确的解了。哇，他要求挺高的了，是对，1万都可以吧？对，可以看你到就说，是在 V2 的流动法里面，实际上是没有这么小精度了。V2 流动法，因为它不是两个稳定币之间的做交易，它的流动法就会精度要求没那么高。然后，当然，它这里设置是255次的循环嘛，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我在想会不会不到255次，它的 gas 就会耗尽的嘛。就如果说它流动法没有找到最优解，它一直没有去收敛，然后这个不管是 for 循环完了还是 gas 烧完了，它最后就会把这个交易 revert 掉。等一下，你说4次是花3万多 gas 是吗？你说平均？对，它注释里写的。我看这个那注其释在实哪。还行啊，那你乘以60也就180万 gas，够你。那够他烧255次，你要这么说。哎，好像不在这里，我看一下。OK，那我们继续看牛顿 Y 吧。那么牛顿 Y 呢，就是说，其实就是说，牛顿 Y 是在 D 确定的情况下，然后去求你能够，你输出一定的，你输入一定的 token 数量，然后你再求你的输出资产能够得到多少。它这里的话，就是把这个公式，把核心公式需要去做个变形。首先，它在注释里写了一个上面一撇和 pro 的一撇，这个一撇的它的含义就是说，你是这个一撇，比方说上面一撇，就是说你的上面 x 是不包含这个你的输出资产的，就是说我比方说有三个资产，你做交易的话，你输入这里，你输入第一个资产，你要输出第三个资产，那么它这里的上面一撇就只包含这两个，OK，这个 pro 的一撇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上面一撇是这两个相加。那 Pro 的就这两个相乘，
我们把合因公式啊除以 n n 做个变形，得到这个形式。然后因为这个合因公式里面的那个求和那个 prod，它是包含那个 XGA 的，也就是我们的那个输出的 token，所以我们要把它补进去，或者说把它拆开来，我们便于我们之后把它拆出来做那个化简或者求导。这个公式是不是不对啊？是 XJ 加上 Sigma XJ XI 嗯，哦对，应该是加，我看一下，我等会改一下，对，这里应该是加，那看这个公式吧，这个是对的，就是我们把它拆出来，把两边都乘以 XJ，嗯哼。哦，两你边是乘以 XJ。输出的那个 XJ 给它提出来，再变形公式是吧？对，就是这一坨就是真正的那个 Sigma 嘛，真的是 Sigma 嘛，对吧？对，然后这个 sum 一撇就是不包含 XJ 的，然后你再把 XJ 加上去就是真正那个 Sigma。然后同样的这个 prod 也是一样的，prod 就是 prod 一撇乘以那个 XJ 嘛，对，这个是真正的其快。实我可以用一句话讲完，它就是变成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嗯，对对，就是看到最后它哦，会变成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就是把这做一系列变形之后吧，你就成这种形状，就是然后这 x 边其平实方加上可以 x。不用流动法，你直接用那个求根号那个根号，然后用那个就是嗯嗯嗯，swap 那个根号那个就是巴那个巴比伦那个根号公式一样也可以求出来，就是哇，所以就不同的方法。他是真的喜欢牛顿法，二次对，方他程这应用。里也用了流动法。本来算是熟了嘛，对吧？但是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说，哎，直接就用那个根号那个，因为根号那个其实效率也很高的，而且它是非常，就我不需要任何公式，对吧？我肯定是能够有输出的，就是用的 Uniswap 那个求根那个算法。嗯。就这里面是你可以直接去做的，就如果你对流动法不熟悉的话，OK，就是现在我们就写成这个一元二次方程的形式，这是 x 方，然后这 x 一次方，然后这边是常量，然后最后就是可以化解成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形式，就是 x 平方加上 b 乘以 x 的一次方，然后再等于一个 c，然后它其实就是把那个 b 和 c 把它求出来就行了，b 和 c 求出来之后再带到那个流动法公式里面去，最后化简一下就成了这个形式，也是把那个分母做通分，把分子做了化简。嗯，然后这个具体推导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之后我把文档合到那个仓库里去吧。OK，流动法我们可以过吧？有问题吗？好，我们继续。嗯，这个函数的话，就是实际上也是不平的移除留存性的一个计算函数。就它这个 withdraw one coin，就是说它把那个不平的移除留存性单独写一个方法。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只传入一个，其实跟那个传参的话，跟那个做交易其实差不多了，就指定一个你要输出的一个资产的序号，然后你去不平的去移除流动性，然后其实过程呢就是跟刚才添加流动性或者说那个不平的移除流动性就是 imbalance 这个方法其实是一样的。OK，我们再看最后几个是管理员的方法，首先是 A 值的调整，就是如果说A 值需要调整的话，首先投票通过之后，管理员会来执行这个wrap A 这个方法。wrap A 方法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一个线性变化的一个方法，就它会因为 A 值需要去线性变化，所以它需要设定 initial A 和 future A 这两个值，然后再设定你这个变化的这个开始的时间。还有这个变化的一个总的变化时长，然后在变化期间，你可以去 stop，就是说你可以去停止这个变化。当这个 A 值就会停到这个，比方说 A 值已经，current 对，就是 A 值，如果说你在这个点去停 stop 的话，那 A 值会停在这里，它不会去回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是调整倍率的时你候，是需要给个目标值是吧？对，就是你传的时候，你首先会传，你会传这个，这是 future age 的目标值，就你现在这个现在 age 是 initial a 嘛，initial a，然后目标值你怎传么的给？我知道。目标值怎么给，就是你传多少是多少，就行。比方说这个，现在这个里，这个 report 它就有这个变化的过程。就之前大概 initial a 是2000，然后现在你的目标值，你的 future a 就是5000。他还在调是吧？还没到是吗？它应该调完了，我看应该调完了。现在其实就已经是5000了，看到没？这个 a 是已经是5000了。哎，就他是是哇，那它这里这里面有我个觉那得，个，这里有个 and，这是3月2号完这个调整完的。就我觉得这里面关于 A 的调整是一个 curve 一个可能，我觉得就是相对于 Uniswap V3 来说不是那么漂亮的一个设计，因为它的这个 A 值是需要根据我的 TVL 要去不断去调整的，因为如果我 TVL 比如说不断的增加的时候，那我的 A 值其实是也是要做一个变化，否则的话就是会导致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它一般 TVL 越高的话，你的 A 值会越高否则的话就是会导致就是什么问题去了？就是那个它的那对，个它会导致这种价格会突然变化。对，就是比方说就是滑点嘛。你的现在曲线比较趋近于直线，然后突然你调了个 A，你可能就变成曲线了。然后这个情况下，你实际上你的价格，你这个每个点上的价格，你的价格会变嘛？你这个切线会变嘛？你这个价格就变掉了。你有很大的价格变动的话，这个就有一个外部的套利空间的，你就会把池子内的那个价值给套走。就是为什么就是调整 A 的过程中会有套利空间，但是为什么要调 A 是就是他要不断的去调整 A，这个就是说在课里面，因为他不能就是说一开始设好一个 A 就够了，因为他要不断的想要把这个 A 的值增大之后，其实上我理解是把他那个一个认为是个平底锅对吧，就是这个是个锅，原来是个碗对吧？Uniswap 是个碗，现在是个锅，这个锅的话他要不断的去把它去调的更加平，就是让它滑点啊各方面的话，所以他需要不断调整。第二个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 Meta Pool 里面，大家知道 Meta Pool 里面你提供的那个 token 是你的 LP token 和对应的这个 token，对吧？但是 LP token 它是有个问题，什么？它是不断升值的，就是它会随着手续费各方面累加，它的价值不是锚定一的，是1.001、1.002、0.03不断往上走。这时候它往上走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不是在平底锅的那个对称点，而是慢慢往一个方向在移动。那么实际上，它就是慢慢，其实像 Uniswap 那个方向在跑，因为你越旁边越靠近 Uniswap，那这个时候你就为了能够让它滑点变低，所以你不得不又去调整这个 A，因为它的价值已经有变化了，就是这个底层的这个资产价值是有变化的。啊，你说的是 LP 的价值在变化，然后导致要改它吗？对，因为 Meta Pool 的话，它是两个 token，一个是你的三 pool 的 LP token。第二个是你的另外一个投币的 meme，对吧？对，但是你在这里面配的时候，它的这个三池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 LP 的价值是不断的向上升的，因为它会不断的有手续费的收益，对吧？所以它原来是锚定一，但是现在实际上慢慢增加，比如说每年增加个比如说3%的 APY，那么实际上过一年之后它就变成1.03，那么所以它理论上来说，你这个换的时候。那么，如果我是还是一个命换的话，那我肯定亏了。所以他肯定会把它价格锚定到1到1.03的这个价格，对吧？否则的话肯定会有套利空间。但是1到1.03的这个曲线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偏移了原来中心的这个曲线。因为越中心的话，它的滑点就越好，对不对？但越旁边的话，它的滑点就越低，因为它价格波动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需要去调整这个 A，使得它在慢慢偏移的过程中。对，这个曲线已经开始滑点变大的时候，又要把它曲线一个掰平，然后使得它的这个流动性的滑，这里就是这个滑点，就是还是能够约跟，比如说1年前的这个 LP token 价值是一的那个时候滑点是一样的，就是所以它又需要不断的去做这里面的这个调整，才能保证就是说它的滑点不会随着我的底层资产的价格上升，然后。也会产生这个变化，也会也就是上升，其实就是会导致这个下降，对吧？因为我会接近 Uniswap 的 Perf 了，哎，就是那可以，不是按照你的说法的话，那这个 A 的话，它的指示就是依赖于这个
比如就是 LP 的一个市值或者是 TVL，它为什么不把这个写成公式呢？把这个依赖这个关没系。有公式，因为如果你有依赖关系的话，就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套利空间。然后，所以的话，就是现在更加是一个 governance 的一个过程，就他们会 propose 啊，然后怎么调整啊，什么这个，就是 governance 来去做。但是他要一直要做的 governance 啊，就去调整这个哦，A 值。那有一个问题啊，A 只能递增的是吧？没有递增是吗？也可以下降，理论上来说。不一定的。可以往下，可以往下调吗？可以是吗？其实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的资产不断在单边升值的话，它的 A 值理论上来说，如果想要保证它的滑点还是跟原来一样的话，那么它要不断的增加。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个我现在这个值从原来的，比如说就是说价值，比如说是原来是1:1.1，现在回到了1:1，又回到中间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而且在这边稳定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 A 值又可以去下降，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在一个就是中间那个比较好的一个滑点区了，那时候我可以把 A 给下降下去。就证明其实是有很多一些参数需要去微调的，但是很少见到这个下降的情况。我们先，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假设，比如说跟 mean 那个互换，你可以比如说就三次，那三个词最稳定，比如说 USDT 暴跌的话，这种调也有用吗？有用啊，有用啊！你可以把 A 往下调，这样 USDT 就的滑点就高了。你就去把 A 调小，有。对，它不只是 USDT 变小了，那你带，比如说换 USDC 也会变小啊。是的。但是如果 DAI 和 USDC 如果它们本身的价格比例相差不多的话，其实它们滑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在中心嘛，所以它们滑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情况，就是说 USDT 有大量的在这个池子里面，导致它的偏移的中间的这个1:1的比例点到其他地方，这时候说啊不行，那如果我们再不这么做的话，那么会有更多的 USDT 冲进来，因为我预计 USDT 贬值会更多，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 A 往下调，因为如果不把 A 往下调的话，就会使得别人用 USDT 廉价的 USDT 把你更加有价值的 token 全部换出来，对吧？对，就实际上就是描述刚才的过程，就是说，首先 LP 如果升值的话，你价格肯定会偏离这个点嘛，这个平衡点肯定，或者说这个价格点会一直往这边偏，或者一直往这边偏。那但其实实际上这个时候 LP 跟那个 LP 是因为升值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曲线越来越弯的话是不合理的，所以你需要把这个往直线那边偏一点。对的。对，然后所以它这个情况下需要调 A 值吗？就对的。然后是调整手续费的，调整手续费的话需要提的一点就是。当然，它也是通过自己去调整手续费的。然后需要提的一点是，它的等待期是3天。然后等待期过后之后，就是首先它会去，提交提案，提案提呃提案上那个链上之后呢，它有个3天等待期，等待3天之后呢，那个管理员才能去真正去执行这个改变。然后等待期间，管理员可以调用这个取消调整方案。OK，ownership 的话就一样的吧，跟手续费也有个等待期，然后流程也是差不多的。ownership 也就是说转交合约的那个所有权，然后最后是 admin fee 的话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它 admin fee 是没有计入这个 self 点 balances 这个变量里面，也就是说你通过 ERC20 balance off 这个方法去减去这个你这个权益变量。这个差值实际上就是你现阶段你的 admin fee，然后除了这个 withdraw admin fee 之外呢，它还设了一个 donate 这个方法，就是说它可以把那个 admin fee 全部捐给池子。这个方法实际上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 balances，把这个 balance of 这个真正的比较大的这个值赋值给 balances，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差值给抹平了，那么就它就实现了一个捐赠的一个效果。
OK，这个 kill me 它就是应对紧急情况的一个变量嘛，就是你当这个 kill me 这个变量或者这个is kill 的这个变量为 true 的时候，你的添加移除流动性还有你交易的功能是不能执行的。可以看的就是添加，然后交易、移除都有这个断言。OK，那么这边我代码就基本讲完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嗯，挺好的，对。嗯，哎，感谢我周有一博个士补问充。题啊，等一下，哎，其实 curve 你可以，比如说存 A token，就是存 LP token，也可以直接，它其实本质上是存 LP token 嘛，就是比如说 Avi 的 LP token，你说是 meta 存，词吗？比如说我去，不是三池嘛，啊，对，meta 池，比如说 A 池嘛。嗯，A 池 A 池，我看。哎，A 池已经这么下面了，这个是吧？这个不是吧？是不是？那个是 synthetic。什么问题？我说，我没有看你代码里面的那个存进来的，其实都是 A token 是吧？哦，在这儿，在这儿。代码里存进来都是 A token。嗯，它存的是。它对，它存的是 A token，就是你比方说带的那个 A token，还有 USDC A token，还有 USDC A token，就是你说的这个过程是吧？就是首先它，你如果通过这个界面来操作的话，你存的应该是直接是存的带，然后我存在，其实对啊，他会帮我存到它会艾帮你里存到面。Aave 里面，它会帮你存到 Aave 里面变成 A token，它会直接帮你变成 A token。然后 A token 我其实拿收益了，然后相当于 A token 在这 stake 一下而已，是吗？嗯，A token 拿收益，这个逻辑我好像之前跟你讨论过，我好像忘了。你忘了？对我啊。好像记得是他那个 A token 收益还是这个池子的吧？A token 的收益在池子里面啊，你说，对，我赎回的时候可以直接，我也可以直接赎回 A token 吧？那你就拿不了我收益啊。你现在拿到手上是 LP 啊？你现在拿到手上是 LP token 呢？是那个客服的 LP 啊，哦，对哈，我可能拿的不是等值的 A token 回来是吧？你的对呀，意思。对呀，所以你的好，收益是你所拿有手上池是子。LP，哦。所以他如果流动性不够，他就把我 A token 拿去拆掉，然后换了是吧？换成 DAI 或者 USDC。哦，所以你还是失去控制权了。对，对啊，就是你他用这个嗯。来白嫖你，发一点 CRV 给你是吧？然后哦，他不是多给你收益吗？他其实都算在里面吧？对，这个加零哦，这3%是不是就算在里面了？所以他其实就拿他跟 SUSE 一个德性嘛，拿他的。代币来是吧？骗你的 LP 嘛？嗯哼。他其实可以动你的 LP 嘛？说白了，就是在 Avi 上的 LP。这边其对，实他。我们当时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证明你每次 swap 的时候，他都要去。嗯，就是说，除非你是要去拉 A token 去换其他的 A token，否则的话，你都要去，比如说我拉一个 DAI，我想换，比如说其他的话，那他要去首先把 DAI 存到里面去，然后存到 A token，然后再去到对方去把 token A token 取出来，然后再转换成这个 DAI，然后又抓个比如 USDC，那么这样的话呢，会有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手续费，可能上百万的手续费的这个开销。然后，所以这后面其实是还是有一些优化空间。比如哎，说，我对可以对对，reserve 一这不个。是我想问的，就是你把 A token stake 存进来了，它其实是帮你 A token 给打开了吗？就是说又去 Avi 上把它给换成了原始的，比如说 DAI 啊，才没放有到吧？你池里。没没有有，吧？但是他是你是把 DAI 放进去，他存 A token，那你也可以直接存 A token。对啊，我就说我存 A token，哎，就是嗯这样嘛。池子现在比如说。它池子流动性不够嘛？它比如说有一点 DAI 和 USDC，然后但是它有我的 A token 嘛？如果流动性不够，它肯定会拿我 A token 去 Avi 上把钱赎回来嘛，去填池充子它里流面动性嘛？没有其他，都是全都是 A 图。对啊，都是 A token。
对，就是说你在这个界面操作的时候，你要赎回的话，它实际上是直接把 A token 变成那把个你找到了，底层资产给你嘛，对，但是它实际上合约里存的还是 A token。你去那个，这是 synthetic 的。去随便找一个有个大的 A token 啊，对，这个就是你去池子里面看那个合约的时候，它只有 A token，没有那个就是拿出来 token。池子里面只有 A token，但是你就是兑看那换个的时候，点那 token list，就是你全看都是全 A 是 A token。token 的，这里全是 A token。哦，那你就是 A token 换。那如果我现在拿代进这个池子换，是一个什么操作？拿代换金，它就是 USD。先帮你去 A 去 RV 那里换成 A token，然后再存到他自己这里。然后在 A 对，token 换成 USDC，然后 USDC 再给换成 USDC 啊、哦！我勒个擦！对，所以手续费难很怪高手的。续费这么高啊！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是什么？就是说让里面有10%的 token 是 non A token，剩下的90%是 A token。然后对如啊，果是交易里面有10%，就像储备金一样，对吧？如果对10%以啊，内，我就给你 cash，否则的话就给我你 A 之 token。前以为他是这样设计的，原来他这么傻呀！没有，他改的很少，他只是做了一下 ERC20 的适配，然后其他基本没改。我去，那得。好吧，那亏死了。他就是假设，其实你这三个 A token 的价值确实会还其实一直在偏移，说白，他们增长的幅度是不一样的嘛，AUSDT、USDC。我觉得这个优化下确实可以做，我靠，你起码可以放点准备金在里面嘛。